近日有媒体曝光范冰冰与李晨购置了婚房。11月30日，李晨发微博调侃，不费吹灰之力就多了好多好多套房子，真好，再来几套月球和火星的吧，老写在地球上多没劲啊。而范冰冰工作室针对李晨范冰冰婚房曝光事件也进行了回应，称近日有范冰冰李晨婚房曝光相关不实新闻在多家媒体平台转载扩散，经查证，上述不实新闻系某房地产商为售楼蓄意散布，新闻所涉房屋与范冰冰小姐李晨先生均无任何关联，目前本工作室以维权律师依法处理。随后范冰冰也转发了该微博。网络上曝光的婚房照是一栋离海边仅200米左右的豪华别墅，据了解该区的别墅面积200平以上，房价每平米在4到5万，平均一栋都是千万级别的。